5月1号晚上下午5点半有一个宴请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商圈里面的单亲低收的妈妈哈，先过一个母亲节。但是由于疫情日益加温，所以我们把它改成，就是我们给单亲妈妈各500元的兑换券，那请他们到我们商圈里面去消费，那同时呢，也让他们过一个快乐母亲节，然后呢，也是让我们的店家可以增加消费的一些收入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来介绍我们的中华。